那你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吃一个很爽的吃法，我想很久了。左手一只帝王蟹脚，右手一只帝王蟹脚，这样子吃应该超爽。嗯，那个肉质的 Q 度啊，一咬下去那个肉汁就是在你的口中散发出来，咸鲜甜的味道，超浓郁的。这完全不用调味、欸。如果有人去吃麻辣锅点这个，我真的会揍他，因为这个就是要吃原味啊，先生。你看他这只蟹膏超多的，正点。那剩下的蟹膏你要拿来干嘛？这是精华我们大部分都拿来帮客人洗头啊，而且这个喝完晚上变亮的。你晚上要去找你女朋友吗？靠呗，我忘记我现在没有女朋友了，那我就当练手好了。